就是问一下那个户籍迁到桃园后啊，艺人身份在四个月后会被解除，那你会在这之前自行解除艺人身份？关于是不是请辞台北市议员的问题哈，大家不用着急，我礼拜五就会告诉大家答案，好，礼拜五就会告诉大家答案。那对我来说就是一步一步的走，那买房子迁户籍，那至于新的下一阶段的职务的重心，好，我礼拜五会告诉大家。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暗示啊，提示哈，我会做出跟蔡其昌不一样的选择。好，现在正在参选台中市长的蔡其昌，我会做出跟他不一样的选择，好，所以不用急，礼拜五就会告诉大家答案。议员，请问一下，就是说之前有说深耕桃园，那有包括立委吗？我觉得任何哈，就是行于当下，然后就是把现在你该做的事情做好。对我来说，现在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赢得提名，赢得桃园市长的选举。那这是我现在唯一的目标。